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你的方程式》，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Fiance Chan。其实每集我们都会讲紧靓是非常重要的，由面部去到你的身形之外，其实我相信在女性的表征有一个部分是很多人都关注的，就是女性的胸部。很多人都会觉得啊，究竟胸是不是究竟大才代表靓的呢？人体占的黄金比例甚至乎是怎样护理的话，今日我们就着重在这方面就要请专家来跟你倾下偈啦。咁啊，首先介绍下我身边嘅嘉宾先，咁就系 Michelle。Hello Michelle， 你好。Hello， 你好，你好。Hello， 咁啊 ，Michelle 咧就系一个胸部嘅护理专家啦。咁啊，其实咧，点解我今日要倾下呢个话题咧？我相信 Michelle 咧就今日真系好想喺度同我哋分享多啲。因为其实咧，关于胸部啦，每一个女性咧都好着重噶啦，甚至乎男性咧都系好中意去睇啊，究竟女性嘅身材咧吓，胸啊占咗一个重要嘅比例，但系点先为之靓？点先为之健康，同埋我哋點樣咧適當去護理咧？咁就要請教下 Michelle 啦。Michelle 其實而家咧喺即係香港嚟講啦，胸部護理咧好似香港人，特別香港女性咧，唔係好懂得啊，係啊，而家咧香港嘅大部分嘅女性咧，佢對呢個胸部嗰個護理嗰方面嘅認識咧，都比較少嘅，同埋其實佢哋都好想知道，但係又好似冇乜渠道咧去即係知道呢方面嘅知識咁樣咯。你又講開都係啊，好似誒從小嘅時候，媽咪嚇，即係我哋長大啦，亦都唔會話教你啊，你應該點樣揀一個好啱嘅胸圍啦，就好似以發育時間啦，總之你就著胸圍啦，咁就著啦，咁樣咁同埋唔知道，咦，原來可能甚至乎你真係要按摩一下個胸啊，甚至乎係睇咗佢點樣咩發育啊，分分鐘咧其實。不是就影響了帶來衍生了很多的即胸部的問題。其實講回我都知道呢，胸部的問題呢現在在香港呢都越來越普遍，特別女性的方面。沒錯，其實現在胸部的問題你說不要說到乳癌最嚴重的 case，因為其實現在乳癌呢在香港的癌症的殺手上面呢說的是排第一的。而其他的乳房的問題啦，其實都有很多的，例如就是說乳腺的纖維瘤啦，乳腺的水囊啦，增生啊這方面，其實都會有很多這方面的問題會發生咯，在個乳房上。其實呢剛才你所說的問題呢其實都是來不出，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做好嘅胸部護理，所以就導致咗咁嘅情況啦。係啊，因為其實乳房係我哋女性即係乳腺區內一個最重要嘅女性嘅代表嘅象徵嘅一個部位啦。其實如果你冇一個好正確嘅觀念去保養去佢嘅健康的話，其實都會即係一嚟會令到佢嘅外形唔靚之外，其實裡面嘅疾病都會有好多會發生。而最重要嘅一個最偉大嘅任務就係餵哺母乳嘅，你都會有即係都會有影響呢一方面嘅問題咯。咁頭先你又講咗疾病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相信個個都介意嘅，就係究竟咧嗰個胸部嘅大同細啊嚇，好多時咧啲。特別而家好似好多選美咧，好多啲報紙啊、雜誌啊，都去睇緊一樣嘢，就係哇，最緊要如果個女性有個胸夠大咧，就好似代表佢係靚嘅行列咁樣樣喎。其實大同埋細，即係唔等於健康噶嘛。而家好似好多女性，甚至乎男性。都有呢個咁嘅毛病啊！係啊，因為尤其是喺香港啦，咁嗰個觀念上面就會覺得將個胸部同個大咧係畫成對等嘅，即係你如果要靚的話咧，咁就要有個大嘅胸部，咁就等於靚噶啦。咁喺我哋嘅喺我個角度上面，我個 concept 上面，如果你有個大嘅胸部，但係你裡面係唔健康，你有很多疾病，其實都係一個唔靚嘅胸部咯。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都希望教育多啲嘅女性，佢要注重翻佢自己胸部嗰、那個各方面嘅保養嘅健康啦。如果你裡面嗰個乳腺有淤塞，你裡面嘅循環唔好，其實都會好影響你嘅胸的外形線條，最重要就是你都會影響你的健康，所以希望多些的女性，香港女性要去、就是、對這方面有多些的認識，以及要、注意多些咯，絕對是啊，即係頭先你講緊除了大細之外啦，其實
其實胸部都有很多不同的形態的嘛。咁你點樣可以 keep 住，即係可能發育的時間咧，就可能比較堅挺啦。但係當你咧年紀大的時候咧，可能皮膚又會鬆弛啦，開始咧下墜的時候，點樣可以保養得好？其實咧呢啲都是我哋希望首先做咗保養的功夫，咁又唔需要等到咧，即係當有問題的時候咧，先嚟修補啊！嗬，係冇錯。其實講緊如果咧個胸部嘅發育啦，咁我哋嘅胸部發育期咧，其實就係、是少女咧就係九至到呢個十八歲嘅，咁就係呢個胸部發育期。咁如果你講緊啊十八至到廿五歲咧，就係我哋嘅胸部嘅成熟期啦。咁去到更年期咧，就係四十五歲至到去到五十七歲嘅。咁如果講緊喺我哋嘅發育期間咧，其實尤其是少女啦，最重要嘅就係你嘅作息時間要正常啦，飲食要均衡啦。咁而最重要嘅一樣就係喺發育期咧，你要揀啱一個你啱你自己嘅胸圍去佩戴。咁因為喺發育期間個乳房其實都係一個講緊係好活躍要去發展嘅。咁如果你揀一個唔啱嘅胸圍俾自己佩戴嘅時候咧，亦都會好影響你嘅胸部嗰個發展嗰個空間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可能咁呢個發育期大家都知道啦，就要揀個啱嘅胸圍，可能做一啲嘅健身健胸操啊咁樣都會有幫助嘅。咁好啦，去到成熟期啦，可能大家一般都會係十八歲去到廿五歲嘅時候，咁我點樣去 keep 翻個胸部去嘅嗰個發展啊，或者嗰個健康咧？其實咧最重要，我哋而家咧最重要係 educate 嗰班咧，其實都會係啱啱即係而家即係發育嗰班嘅少女啦，同埋係十八至到二十五歲呢一班，我哋都會比較想去 educate 佢哋嘅，因為其實我哋叫成熟期呢一班嘅女士咧，其實佢哋都可能到胸嘅嗰個外形上面都已經穩定咗落嚟㗎啦，係咪？咁佢哋可能喺胸部上面啊，佢哋對個外形上面都有好多嘅唔滿意啊，或者可能想再有啲嘅改善。咁我哋咧就我哋都會。多數都同翻呢啲客人去講翻，就話翻俾佢聽。第一，你最重要嘅咧就係、是其實你要揀啱你自己的胸圍，尤其是係呢段即係、我哋叫成熟期間個女性咯，個女士一定要揀一個啱嘅胸圍。咁尤其是同埋呢段時間嘅女士咧，佢會比較容易肥，亦都會容易瘦。咁其實原來你容易肥容易瘦咧，你揀個胸圍或者配搭個胸圍咧，都會有個時段㗎。你唔可能你將個胸圍可能你著一年兩年。其實我真係有試過有個客人同我講，我問翻佢，我話你個胸圍你配搭幾耐啊咁樣？帶到話帶到佢爛為止咯，咁樣真係有人咁樣答我，咁我就話嚇，咁你咁點算啊？你帶到佢爛，咁有啲胸圍真係好襟嘅喎，咁樣咁你咪唔啱咯？咁你知唔知道原來你個胸圍帶得唔啱嘅時候，就會好多會有我哋會。俗稱我哋所講嘅副乳啦，即係會喺腋下邊下低嘅一啲嘅肉啊，會走出嚟啦。咁背脊啦嘅肉，佢都會有好多呢啲嘅肉走出嚟。咁因為就係你平日久而久之，你個胸圍配搭得唔啱，令到因為其實成個胸部咧都係脂肪嚟嘅。咁你配搭嘅胸圍唔啱嘅時候，你嘅脂肪就會移位咗，跟住就去一啲唔啱嘅位置。咁變咗你本來原來你個胸部其實唔係呢個 size 嘅喎，咁就慢慢咧就將咗去啲位置走曬，咁啊變咗就會影響到胸部嘅線條啦。咁除咗揀一個胸圍之外，呢個最重要啦。咁同埋我哋都會叫啲客人都會定期咧做一個胸部嘅檢測。胸部檢測就係咧，因為其實呢段成熟期咧，其實胸嘅雖然佢個發展已經係穩定咗落嚟，咁但係因為咧有好多外在因素影響啊，例如你自己食嘢啦，或者作息時間啦，同埋個胸圍著嘢嗰方面，因為有影響嘅關係咧，所以令到你嘅胸圍、你嘅胸部咧都會唔健康，或者有機會唔健康。咁我哋就會教啲客人佢哋自己去做一個定期檢查。咁其實定期檢查咧都會係有胸部嘅定期一個月我諗都要做一次，即係沖涼嘅時間啊，去做一個嘅定期檢查咯。咁然後咁去睇翻你嘅胸部究竟有冇啲硬塊出現啊，或者有冇啲喺某啲位置比較痛咁樣咯。咁呢個就係自我嘅健康檢查啦。咁而去到嘅最仲有一個一 part 嘅就係我哋都會希望喺食療上面或者係喺飲食上面去做翻一個糾正啊，令到喺呢方面係點樣啊？你想喺胸部上面個發育好啲，或者係再個形狀可以再豐滿少少嘅時候咧，我哋就會有啲食療上面嘅嘢可以話俾佢聽，等佢點樣去食得好啲咯。哇好啊 ，Michelle 咧頭先就哇講咗，其實咧真係喺唔同嘅方面咧都係要照顧得到嘅。咁首先不如咧都逐樣逐樣拆解先啦。頭先咧其實有一樣嘢咧都好強調嘅就係話。
啊點樣去揀選個胸圍。其實回想翻咧細個嗰時候咧，媽咪真係唔會覺得，咪買個胸圍咪著咯，咁啊跟住梗係著到爛先至換啦。其實真係人之常情喎，即係冇諗過話究竟係點樣去即係咦去到某個階段的時候，你就應該要轉一個乜嘢嘅胸圍。好像很多人咁講，有些人咧就話應該要用鐵線嘅，咁啊比較承托力好啲啦。但有些人又不主張用鐵線嘅喎，有些人覺得咧，用個鐵線反而咧你就會箍住咗你自己，咁可能咧你裡面嘅血液循環咧就冇咁好喎。Michelle， 咁究竟邊方面又係好啲嘅咧？其實咧市面上面的胸圍的選擇咧都有很多嘅，而我哋即係經過一段時間的去研究啦，咁其實我哋而家會覺得咧係去配戴一啲叫做調整型的胸圍咧係會比較適合你個胸部嘅。咁點解咧？其實因為如果你講緊調整型係啲乜嘢，真係主要咧，佢而家個胸圍嗰個 size 咧係佢個包嗰個肉嗰個範圍咧會比較多啲嘅，咁佢都會有鐵線喺裡面嘅。實用性就會多過係個美觀性，係啦係啦係，你冇錯講得，所以變咗就係會喺將一啲嘅本來係一啲唔應該有嘅位置嘅肉咧，就將佢歸位。頭先你講嘅腐乳，即係我哋啲鬼鼠肉啦，係啦鬼鼠肉，咁佢將佢撥翻喺啱嘅位置上面啦。咁然後咁因為咧，其實如果你戴一個啱嘅胸圍，你係真係 fit 你嘅 size 的話，其實有嗰個鐵線喺度，其實都唔會真係影響到你個。個乳房，因為你個鐵線其實應該係喺正，承托，係啦，係應該喺個乳房下邊嘅，唔係扎住佢噶嘛。咁如果你扎住佢的話咧，咁就係因為你戴錯咗。咁如果你戴錯咗的話咧，咁其實都會有機會影響到你個嗰個乳房個健康，令到佢可能會有纖維瘤啊或者增生嘅出現都會有機會嘅，係啊。咁啊，同埋我都知道咧，頭先你都所講啦，譬如胸部其實咧所有嘅肉咧都係脂肪嚟噶嘛，但係有時就係、是、你擺得唔啱位嘅時候，可能咧就係、是、個胸圍或戴得唔好嘅時候咧，就令到啲肉咧就要打橫發展啦。咁有時咧就去咗後面背脊嗰陣時候咧，咁啊變咗好似後面咧個背肌好強勁，其實可能分分鐘咧，本身你個胸咧就可以能個 size 可能大啲，就因為你嗰啲肉就走咗去後面，咁就真係唔抵咯。係啊，冇錯。咁所以我哋就要喺喺個胸圍上面啦，同埋喺療，即係我哋有啲叫 massage 嘅方面上面咧，去做一啲功夫啦。咁令到將你嗰啲嘅脂肪嗰啲嘅唔應該有個位置嘅肉咧，就將佢推翻上前面咯。好啦，咁你頭先咧就講到咧就話胸圍好重要啦，咁就係啦。發育的時間咁啊，梗係最好就啱啦。咁可能到咗係我哋啲咁嘅年紀嘅時間咧，咁開始要補救噶咯喎。咁啊補救啦，咁點樣可以令到即係啲位啲肉啲位啱翻妥當咧？第一，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我相信就係講緊最緊要唔好有疾病啦。好似頭先你講緊嘅纖維瘤啊，係啊，纖維瘤啦，水囊啊，水囊啊，其實嗰啲都係因為咧裡面唔通啊，嗰個經絡塞咗嘅時候咧，就導致咗阻塞，就出現咗問題啊。係冇錯，咁其實因為你個乳房其實咧嗰個血液循環係好重要嘅。咁嗱，一般嚟講咧，你點樣去做令到一個乳房做一個血液循環咧？其實就真係一定要做一個叫做按摩啦。係啦，咁如果尤其是一啲嘅做一啲經絡嘅按摩嘅時候咧，會能夠真係將你的胸部上面的經絡去打通，打通到個乳腺，令到佢乳腺裡面疏通的時候可以做到有效地令到佢個裡面暢通，就唔會因為你裡面暢通的就等於你嗰個將啲叫做污糟嘅嘢排走。咁其實咧好多人咧就以為咧你個按摩咧淨係咧主要係喺個胸部嗰個位置做按摩，其實就唔係嘅，係要連帶埋係腋下啦，係啦腋下，因為主要如果你要排出嗰個胸部嗰啲毒素啊嗰啲循環咧，其實係要係除咗個胸部按摩之外，仲都要喺個腋下裡面係去帶走，因為呢度嗰個淋巴嗰組咧其實就好犀利嘅，係啦，係因為胸部嘅淋巴咧係透過腋下去排出嘅，咁所以就應該要就喺呢方面去做一些的按摩咯，咁就會係喺經絡嘅按摩上面，就會令到佢嗰個健康就會裡面嘅乳房嘅乳腺健康會更加好啲咯。係咁其實咧，即係昔日啦好多時就話想個胸部大嘅時候咧，咁就
即係做手術啦，咁可能咧就植入一啲嘅植袋啦，咁啊令到個胸咧就會大啦咁樣。咁但係其實而家咧，好似已經覺得呢樣嘢好危險噶咯喎，係咪都唔主張做呢一樣嘢，而反而有第二啲嘅豐胸嘅方法咧？其實咧，豐胸方法都有，即係都有好多種啦。有啲就係食豐胸藥啊咁樣啦，咁亦都有啲係真係好似你所講嘅植入啲植袋啊，或者但係而家嗰啲咧都係會係比較多係鹽水袋噶啦，係啦。咁而同埋都會係打一啲叫做Botox 啊個嘢，會擺係打喺胸部上面咯，令到佢會增大咯。但係就算你講緊而家呢啲科技，你要做到佢個胸部去豐滿嘅時候，其實最重要都係你要做都冇問題嘅。但係裡面你都要去注重翻個健康咯，尤其是更加嗰啲做過整形嘅一啲嘅豐胸嘅時候，你裡面植入咗一啲嘅植袋又好，鹽水袋都好，其實你都要定期做翻一啲嘅按摩，咁去令到佢裡面嘅組織啊、乳腺啊嗰啲會佢暢通翻咯，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咯。係啊，咁啊，其實真係不能夠忽視啊，即係我覺得胸部咧係。當然美觀大啊，或者適中，其實唔好話真係要一定要大，反而咧係要同你個人體嘅黃金比例咧要去適中嘅話咧，咁我相信咧你就會個形態同埋個體態咧都會更靚，咁你相信你自己都會更有自信啦。但係其實我最近咧都聽到我個朋友咧，咁又話即係佢話佢個妹妹咧都有乳癌啦，即係 check 到，咁而且咧仲係第三期喎，咁可能都未必做到手術啦，而且咧最慘就係嗰啲嘅 cancer 咧已經開始即係。spread 啦，已經蔓延咗去個淋巴液啊，同埋嗰個胸、嗰個肺嗰度啊。咁所以其實咧就，所以我成日覺得呢一樣嘢係即係護理，點樣去護理係最緊要就比方你話出面靚幾靚都好，但係其實裡面咧，如果係真係堵塞啊，甚至乎係唔暢通嘅話咧，啲血氣運行得唔好嘅時間，就呢個係問題就最大啦。咁你哋就通常會係用啲經絡嘅按摩嘅形式。去幫啲客户做嘅咯，係咪？係咁其實我哋嗰個胸部嘅養生個理念咧，就係用一個經絡嘅按摩嘅方法。因為其實原來喺胸部上面嘅穴位咧有好多嘅，咁而裡面嘅穴位佢能夠，如果你真係去，即係而家當然要懂呢一樣嘢啦。你懂得去將個按一啲嘅啱經絡穴位嘅時候咧，其實可以不但止幫到你裡面嘅乳腺可以做到疏通化瘀同埋排毒之外咧，其實亦都可以有效地。可以幫到你個胸部咧，再有個豐滿嘅效果嘅，係啊。咁所以變咗其實你我哋除咗配合嗰個叫做按摩之外咧，咁我哋都要有個，我哋都會用一啲嘅天然有機嘅精油啦，咁就去做翻呢個嘅配合翻呢個胸部嘅上面按摩咁樣咯。其實我咁聽你講咧。真係非常之重要啊！好似咧，我哋好多人都講緊啦，啊，而家都係好中意都會去做下通下淋巴啊，又或者係令到我去做下massage 咁樣。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往往咧就手手腳腳都會做背脊啊嚇，但係好少咧就真係喺集中喺做個胸部，反而其實胸部咧嘅淋巴位咧都係好多，所以其實咧都係需要定期去做下按摩啊。係啊，一定要做定期做按摩添啊，因為正常嚟講，胸部嘅按摩係真係好少嘅。就算自己屋企喺屋企都可以，平日你都可以做一個小按摩嘅，因為你都要即係幫佢做翻啲嘅血液循環啦，咁啊幫佢排翻啲污糟嘢咁樣噶嘛。咁但係你話真係再針對性啲，令到你去一啲嘅乳腺裡面去疏通啊，令到佢一啲嘅毒素去排出嚟咧，咁就要揾翻一啲嘅專業嘅按摩嘅胸部按摩師去做翻呢一樣嘢咯。係啊，因為佢會幫你咧就做到一個理想嘅形態出嚟啊。係啦，冇錯。好啦，咁啊問下啦，除了可以嚟揾你哋做一個經絡嘅按摩之外咧，咁我相信頭先你講咗一樣嘢咧都好重要嘅，就係個食療啦。咁其實咧本身喺個即係食療喺方面點樣，即係好多人都講緊啦，啊咪飲下啲木瓜湯啊，飲下木瓜奶啊等等，即係就可以幫助到豐胸。咁其實係咪就係咁簡單，定還是咁咪請教下 Michelle 有啲咩嘅食療嚇可以幫助到喺我哋個胸部護理個方面咧係比較好嘅咧？請教又唔敢講啦。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啦。其實坊間咧，我都知道好多都話係飲木瓜湯啊，食多啲木瓜燉燉乜啊，或者食多啲木瓜都會對呢個豐胸有嗰個效果。但原來喺中醫角度嚟講，其實係嗰個效果唔係真係咁理想嘅，係啊，唔係真係嗰樣嘢嚟嘅。咁如果你話真係要去能夠做到一個豐胸嘅效果啦咁樣，其實咧喺中醫嘅角度咧，佢哋會係食一啲比較係。
一啲叫堅果類啦，例如叫做核桃啦呢方面嘅嘢會會食多啲啦。咁而另外就係山藥啊，呢一方面都可以食多啲嘅。其實最重要食一個咧就係叫做我哋叫做黃豆類嘅。黃豆類係啦，黃豆類例如就係講緊豆腐啦、豆漿啊呢一方面就會好會比較好啲咯，因為佢裡面有好豐富嘅大豆異黃酮喺裡面，咁呢個係都係呢啲嘅植物嘅雌激素，咁可以幫植物嘅激素嚟嘅，咁可以幫到個胸部各方面嘅發展都會好好嘅。OK， 係啦，好啦，咁啊頭先講緊啦，即係。豆漿啊、豆腐花啊、豆腐啊嗰啲嘢，即係大豆類嘅食多啲啦。咁其實湯水嗰方面咧，其實有冇話咩煲啲咩湯有冇比較好啲咧？湯水啊，我諗咧而家咧，我哋嘅咁事業嘅女性，因為其實而家香港女性咧都比較多，好忙碌噶。咁咧教佢飲湯水咧，反而咧可能咧得益咧，冇時間煲啊，係冇乜得益咁樣啦，或者冇乜時間煲啦。咁所以其實咧，我有兩個心得咧，就會比較即係一邊嘅比較方便啲，就但係唔係湯水，就係平日你喺 office 咧都可以沖嚟飲嘅。Okay. 就係咧一個叫做桂圓嘅紅棗水啦。咁你可以係沖去沖嚟飲啦，平日喺 office 都沖到嚟飲。咁變咗咧喺呢方面咧，你都可以保到呢個嘅胸部嗰個健康之餘，亦都有嗰個豐胸嘅作用。咁而另外嘅咧就係一個叫做玫瑰花茶。咁玫瑰花茶咧都亦都係可以有效可以幫到嗰個胸部上面嘅健康嘅。哦、OK， 咁所以其實都唔怕話係啲乜嘢嘅體質嘅朋友都可以飲嘅咯喎。其實尤其是一啲比較叫做虛少少嘅氣虛少少嘅體質啦，都會比較會好啲咯。咁樣 OK， 咁如果紅棗嘅時候要唔要去咗粒核先㗎？其實我唔使㗎啦，係啦，都唔需要㗎啦。咁就咁係加啲桂圓同埋紅棗，咁就可以就沖水飲啦，已經很好好㗎啦。哇，咁啊真係似乎好方便喎、好似咧即係玫瑰花茶咁，我相信咧即係好多女仔都中意飲噶啦，咁啊又比較清香啲又方便，咁啊真係多謝 Michelle 咧呢個咁好嘅分享。咁啊最後啦都要問一下啦，咁平時我哋咧即係除咗食療方面啦，咁我哋每一日咧頭先都強調就係要按摩啊，同埋點樣護理，咁不如喺最後嘅時間 ，Michelle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有啲咩 tips 可以令到咧即係我哋每一日都做一個簡單嘅護理，可以幫到我哋嘅胸部咧，即係保持得更好嘅咧。其實如果你話每日我哋點樣去做一個平日嘅胸部嘅小護理咧，最重要就係我哋喺沖完涼之後啦。咁如果有可以有幾分鐘嘅時間，可以係即係靜落嚟嘅時候，就做一個胸部上面嘅按摩啦。咁其實胸部上面嘅按摩咧，點樣去做咧？就係、是、其實咧，你係一個向裡面一個做一個八字型嘅按摩，係啦，咁樣去做一個按摩。咁變咗咧，其實你可以咧幫到佢裡面的血液循環咯。OK， 咁做幾耐到啊？每邊啊，其實有啲我哋都會 suggest 佢你做到嘅。五分鐘啊，十分鐘啊，咁都 OK 嘅。咁不過睇下視乎自己嘅耐性啦，睇下可以做到有幾多咁樣咯。就不斷打圈。係啦，打圈去做啦。咁其實如果你想去個推會比較好推啲嘅，咁就配合一啲按摩油啦，或者係一啲叫做 lotion 咯。咁如果係應該用啲咩嘅按摩油比較好啲？其實咧用一啲嘅植物油都可以嘅啦，係啦，簡單嘅植物油咁樣都已經都 OK 嘅啦。咁至於你話lotion 啊，咁其實一啲嘅 body lotion 啊，如果話真係有啲係真係放喺一啲嘅胸部上面嘅 lotion 咧，咁會仲更加好啲添。個效果就更好。係啦，效果就會更加好。咁而另外嘅就除咗八字形打圈按摩之外，可能就會有啲嘅撥上面嘅動作啦咁樣。咁每邊都係咯。OK， 即係咁樣樣推上去咁樣，其實目的就等到佢係啦，等個其實令到一啲嘅有機會係已經個胸部有少少下垂嘅咧，就令到佢有嗰個係幫佢能夠收翻緊佢咯。係啦，就咁。咁譬如有冇啲咩嘅特別嘅穴位咧，都要提醒我哋要按下佢會好啲嘅咧？係啦，咁如果平日做一啲嘅我哋叫養生嘅健康嘅護理咁咧，其實一啲嘅穴位都可以去你有得閒嘅時間，你沖完涼之後咧就可以去做一啲按壓，或者沖完涼喺浴室裡面你都可以花少少時間，唔需要好耐嘅啫。咁咧我哋有三個穴位嘅，咁咧第一個穴位咧就我哋叫做咧膻中穴，咁其實咧係啦，膻中穴就喺個胸與胸嘅中間，咁你按落去咧，其實其實等於咧，應該係咁雞心係啦，類似嗰個係啦附近嘅位置。咁你按落去嘅時候，你唔需要太大力嘅。咁你輕輕咁按落去嘅時候，你會感覺有少少冤痛。咁你大概按下按壓嗰個次數，我諗二十
下至到三十下都會係啦。咁、okay, 嗯、按額呢個其中一個位置啦。咁、嗯、然後咧，第二個位置就係咧我哋叫乳根穴。咁係啦，乳根穴咧就係喺個乳頭嘅一個手指位。係啦，咁下低，咁、嗯、又係要按壓落去嘅時候啦，係啦，酸軟嘅感覺，咁、啊、又係大概二十至到三十下度啦。咁、嗯、另外咧就係有個穴位咧，就係、是、我哋叫神風穴。係。咁神風穴咧就係喺乳頭同埋膻中穴嘅中間呢度。哦 ，OK。係啦，咁又係大概你會按壓呢一個位置，嗯、又係十二十至到三十下咯。OK。咁就你做有呢個有個健康嘅作用喺裡面，嗯、因為呢幾個穴位咧都會係可以幫到係一個促進佢裡面嘅循環嘅，係、嗯、啦。係啊，咁啊，經絡如果識得按壓嘅話咧，又唔好太大力啊，嗬、嗯，即係適當按壓咧，就相信令到嘅血液循環好啲嘅時候咧，咁、嗯、自不然裡面嘅健康嚇血氣暢通嘅時候，就唔怕有疾病，咁、嗯、自不然咧由外咧由內就靚到外外啦，嚇，係啦，冇錯啦，呢、這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咁、嗯、今日咧好開心咧，就多謝即係 Michelle 上嚟同我哋分享咧一個咁好嘅 topics 啊，亦都多謝你俾咁嘅機會我可以分享到，係啊，冇客氣冇客氣。咁、其實所以大家咧要知道啦，除咗要外在美之外咧、其實內在美咧都係好緊要㗎啦。所以大家想要漂亮的話一定要持之以恒，每一天沖完涼之後就花少少時間去做下按摩和按壓穴位，當然加上食療和均衡飲食和足夠的睡眠都是絕對幫助到你胸部護理的啦。好了，今天這個環節就差不多了，轉頭時間再跟大家見面吧，拜拜。